你觉得是什么？这个呢？好，那我知道讲什么了。我们今天重点就是我们的一个逃出血盆口，好吗？好，开始。基本上这一关是在拿素材吧，因为我看到他有萝卜不过也讲一下。像很可爱的虾子，哎呦，这么痛哦！哇，哎，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凶哎，傻眼，我以为这个只一个噱头说，来再来，不行不行，来最后一场哦。再拼看看，给我乱说。嗯。鬼灭队奏效了，哎呦，这只是什么？漂亮的朱雀。我怎么变强了？这样我就回血回宝了。哎，我怎么变这么强啊？看来这关还要鬼灭队才可以解决它。那呢？为什么这一关后面的都这么简单呢？那第一关是在难一点的，还是单纯就是《鬼灭之刃》就是比较强？啊！我失误了，我一开始就中了那个雷电。后面到底几个人呢、啊？可进啊，高分。